我学过唐嘎的这种度量经，上面要拉线，能不能在这个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表达这个度量经的这种第一是有这种传承，第二是有这种发展的理念。索南次仁是一名当代艺术家，擅长用彩色羊毛线编织唐卡。大学毕业十年，索南陆续创作了几十幅作品。他的愿望是办一次个人展览。索南通过与老师的交流，结合自己的画作特点，将画展主题定为七彩羊毛。自己的第一次个人展览究竟在哪里举办？索南带着这个问题回到老家，父亲的支持，乡亲们的热情，以及传统的羊毛纺织手艺，让索南找到了答案。他决定就在家乡亚东举办。我的家乡的人，家乡的草原羊群，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灵感和鼓励，所以我就想在亚东的这个无人区办这个个展，把我的作品给天地看，给我的家乡看，因为这才是我创作的根源。